这儿的武器足足可以武装四个团的兵力，如果不把它毁了，对我们红军极为不利。你们想把军火库炸了？有这个想法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 为什么要阻止我们？这你都不明白啊？一旦军火库被点着，这整个一片将会葬送火海。那，你们考虑过没有？这么多的苦力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们都会死的。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。我担心的是我们大家的性命。这一点你提得很及时，你放心。 我会考虑周全的。你凭什么会信任我呀？因为这儿的苦力都是穷苦人，我不相信你会心甘情愿的为这帮国军卖命。嗯，但是你要让我冒险为你们办事儿，我是不会干的。放心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嗯，出工了，出工了。 目前处境危险，请设法与我们联系。卫兵，蔡参谋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想方便一下。好，请办。怎么着？打算跟我一块方便？这个，放心吧。 我跑不了，您看这儿，里三层外三层全是岗哨，我就是想跑也跑不了。再说我方便的时候，不喜欢旁边有人。那好吧，啊，等等啊，去看人。 你们不要命就算了，干嘛死缠着我？我们可不是冲你来的。那你们冲什么来的？我们的目的不说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。你们太疯狂了，敢打军火库的主意。我现在不光想打军火库的主意，还想打你的主意。怎么了呢？你就不怕我告发你？我们要是怕你告发，就不会来告诉你了。可以直接把军火库炸掉。 但你就变成了陪葬品。现在你明白我找你的目的了吧？是想来救你。救了我又能怎么样？在这儿我是囚犯，到你们那儿我就是俘虏，没什么大差别。不一样，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跟我啰嗦了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再跟我见面，我不想被牵连。 如果真有什么用得着的，给我送个纸条，我就走了。你觉得他会出卖我们吗？真是不会，我相信他。他要是有良心的话，他会考虑我们见面的出发点的。
你确定咱们那个方向就是罗奇镇吗？说实话，走到这个地方我也不太熟悉。英子，把那侯处长给我押过来。是。我问你，从这儿到罗奇镇到底还有多远？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就毙了你。我这也是第一次去那送货，我还真不知道有多远。你们这位不是向导吗？他怎么也不知道呢？志宏，我觉得他说的不像是假话。这样吧，我跟英子去前面村子打探一下，你和姐妹们在原地待命。好，英子，小心点。大家原地休息。白雪，我真怕他会出事。不会的，小杜身边有小高在，相信他们不会出事。你不是很信任小高吗？是的，我觉得他像一个英雄，要相信他们。法子，人家有枪，咱们斗不过人家。这都说被抓去的苦力送到军火库，就没一个能活得下来的。爹，那你说咱家要是没了大头，那日子还咋过呀？哎。哎，我们是过路的，来讨碗水喝。你们干什么？老爹，别害怕，我们是红军。老爹，听我说，红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，是为老百姓说话和办事儿的。这我不懂，你们看，赶快走吧。那您能给我们指个道吗？我们想去罗奇镇。啊，你们到那儿干什么？我们听说那儿有个军火库。你们弄错了，军火库不在镇上，在那镇子的西城门外面。你们打听那个干什么？找人。啊，你们的男人也被抓了吗？是的。我男人今天早上也被抓了。那你们要是去救人，能不能顺便把他也救出来啊？我就那么一个儿子，你们要是能把他救出来，那我就给你们跪下了。老爹，别这样，老爹，您放心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们一定帮你把人带回来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你们这个村叫什么名字？你的男人叫什么？哦，我们这个村叫土原村，我男人叫耿大同。啊，他右手手臂上还有块黑迹呢。放心吧，我记下了。可是，我们该怎么去军火库呢？
你就别打听了，我带你们去。我们可以沿着江坐小船过去吗？太好了。哎，那我们的马匹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可以让我的侄儿牵着你们的马走陆路给你们送去。就我们受气，一大早就让我们出来干活，干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休息过呢。干活是第一个，吃饭就是最后一个了，哪儿那么多废话呀。你要是再啰嗦的话，那就跟他们苦力一样搬箱子去。算了吧，咱们的身份跟苦力差不多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吃饭了，快点来来来来，下个咸菜啊，来，快快快快，下位，快点快点，走，来来，快点快点。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看机会吧。看见了，我们一旦动手就会影响汽车里的喇叭，你赶快回去告诉你的工友们，一听喇叭响赶快往外跑。要是他们开枪怎么办？你没看见门口岗楼上的机枪吗？我们会全算分散敌人的注意力，到时候他们的精力都会在军火库上。我知道一定有人会死，但是不把军火库炸了，就会牺牲我们更多的红军战士还有老百姓的性命。老百姓都是无辜的，我知道，所以一定要闯出一条活路来。那这样吧，我等会儿跟他们商量商量。要尽快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可是为了你们大家性命着想。哎，睡着了，别人都走了，你们站着干嘛？走，走，快！叔，我们会遇上敌人吗？这水面上为什么没有敌人巡逻兵啊？孩子们，放心吧，他们的人呢，都在陆地上，这水面上啊，从来都没有看见他们的船。为啥呀？难道他们没想过在水面上布防吗？哦，我不知道啥叫布防，可我知道，这条河上啊，那礁石特多，哎，还走不了大船，所以啊，他们不会利用这条水路的。这就难怪了。老爹，我们还有多远才能到？过了这个弯，前面呢就有个渡口，你们上了岸，再翻过一个小山，那就到军火库了。红军真的进了军火库？他们要炸了军火库。他们要炸军火库，那我们不跟着全完了吗？所以我们大家要机灵一点，万一有什么动静，我们就一起往外跑，跑出一个是一个，跑出两个赚一双。没错，反正总是死，与其累死，还不如赌一把。我觉得这事很悬，万一跑不出去，还不被打死？要我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能熬几天熬几天吧。哎，你是个胆小鬼。我不是胆小鬼，我是考虑实际情况，万一哪天那帮老总把我们放了呢？你见过他们放人吗？你才来几天，我都来好几天了。你要再说这种丧气的话，当心我把你脑袋拧下来。行行行，我不说话了，你们爱干嘛干嘛，反正我是不跑。你不跑，你就会被炸死。我宁可被炸死也不跑。他会出卖我们吗？我看他不敢。这号人还得要小心。大不了一死，大家听着，等一会儿听见喇叭声，大家就一起往外跑。好，听见了吧。爹，我们不能再走了。这样，等我们上了岸以后，你马上回去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你千万千万别回头。好，知道了。起来，起来，都给我看好了。快，涛，每天让我们守在这里，连一个共匪的影子也没看见，这不是瞎折腾吗？你们想撞上共匪啊？万一撞上共匪，我看你们怎么办。这两天正好有队伍打这儿过，你们还是给我留心点。去去去，警惕点，警惕点，警惕点。
你要去哪儿？不是放风吗？总得溜达溜达吧。枪声！所有人给我提高警惕，加强警戒！喂，把押过去，快！哎哎哎，我这时间还没到呢。什么时间到不到？赶紧把押过去！你是什么人呢？敢跟我这么说话？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是你大爷！你别把我对你的客气当做一种福气，你明白吗？你现在是我的囚犯，我就是你的提刑官，你别在我面前耍你那点派头，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你。走，算你狠。笑，这笑笑是。我已经给着了，可糟糕的是，不知道从哪传来了枪声，现在敌人又增派岗哨了，怎么办？大同，火势一旦着起来，马上通知所有的人往外逃，你去球上摁喇叭。那火势要烧不到库房呢？那我们就想办法进入库房，只要进去了，就一定有办法。好，明白，快去。咋不行，哥们儿，你们两个带几个姐妹从旁边绕过去，看到那个高坡了吗？只要占据那个位置，用两颗手榴弹便可结束战斗。快，明白。是。快点救我！
平常已经有准备了，很难发现他们的软肋。这样就完事儿了。看来我是低估他们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们这帮混蛋，还躲着谁点着的？啊！不是我们干的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的火。对，不然我们也不会被反锁在屋子里啊。就是啊。所有老公给我集合，快！ 赤红，枪声停止了，是不是小高他们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，反正没听见爆炸声，这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大家赶快准备出发！好，好，快！大家，走！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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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们跑，都打破你们腿。 等一下，我知道，你们今天的逃跑是有计划、有预谋、有安排的，后面有人支持你们逃跑，引开我们的注意力。这个人，他就在你们中间。我知道，你们都不想在这儿待着。 今天我大牙心软，就给你们个机会，只要你们老老实实的交代出来，是谁让你们逃跑的，我就把你们给放了。怎么样？没有人站出来是吧？只要今天谁能带头检举，我就给他100块大洋。100块大洋！长官，这钱我要了。 <笑>戴眼镜的果然有文化，识时务。说，谁指使你干的？那个人叫耿大同，刚才就是他告诉我们要逃跑的，还说有人要榨取我库。谁是耿大同？他跑了。跑了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嗯。 我这可不是废话，耿大同跑了，但他背后一定有人唆使，因为他说了，有人想把军火库炸了。你们中间谁是幕后支持者？不说是吧？啊？ 你，如果没有人站出来的话，我数到三，我就把他打死。一，二，都给我干活去！去，去，去，去！ 走了，走，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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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儿真是个是非之地。明天咱们就离开这儿。是啊，李大牙这差事，就像他说的，不是人干的事儿。哼！隐蔽。 大鹏哥，这么走对吗？再往前走一点就是码头了，沿着这条河走就能走回家。这条路这么难走，咱们走大路吧。走大路你就不怕被抓回去？别怕，我们是红军。红军？听你们的口气，像是从哪儿跑出来的？是的，我们是被国民党抓去的苦力，是我带他们逃出来的。从哪儿跑出来的？ 军火库那儿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不瞒您说，有人想炸掉那个军火库，但是军火库没炸成，我们倒出来了。等等，
你说谁想炸掉军火库？好像是两个红军战士。这么说，你们认识高宁都和杜长友了？对，就是他们俩。结果怎么样？他们有危险吗？那两个红军战士现在怎么样了？这我可说不上来，他们放了一把火，反正军火库是没被炸，这以后的事儿我就真不知道了。赤红姐，他们会不会被抓？他们是不是凶多吉少啊？白雪，你别急，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大东哥，咱走吧。哦，等等。你叫大同？啊。你姓什么？我姓耿啊。你就是耿大同。啊，怎么了？你爹他为了护送我们到这儿，死在了敌人的枪下。对不起，耿老爹他是个好人。走吧。杨哥，咱走吧。你们回去吧，我要去帮他们一把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我想跟你们走。不，我们的任务非常危险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更何况，我原本就答应了耿老爹，要带你回去的。我知道你们要去炸军火库，但是敌人把守很严，你们没有办法进去，但是我有办法进去。那好吧，那你就跟着我们。来人！来人！蔡参谋，您又怎么了？我肚子不舒服，方便一下。走吧。哎。进去吧。怎么？你不打算进来盯着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想把我熏死啊？相信我，我一定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不同意你这么干。同不同意你说了不算，你要是不配合我们的话，可以随时去告发我。真把我逼急了，我会那么做的。老哥哥，我觉得你不会的。好了好了，说吧，想要我干什么？我需要兵器，还有手榴弹。你忘了，我是个囚犯，我没那么大本事。押送你的士兵身上就有枪和手榴弹，只要你配合我们，我就有办法从他身上拿到这些。那个士兵还是个孩子，我不允许你冲他下手。可他是我的敌人，我也是你的敌人，为什么你不把我也杀了？因为在我看来，你是我的朋友。那孩子
没杀过人，他手上没血债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配合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的。喂，你完了没有？对不起了，我得走了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就是这儿啊，你们看，里边最少有七八十个，那边是油库，那边是军火库，紧挨着的是弹药库，还有门口岗楼上有人架着机枪呢，下边只要一有动静他们就会开枪，就在那门口，就是他们头住的地方。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兵力布置的最多？应该就在门口吧，那边还有机枪，上次我们逃出来的时候就有好几个工友死在他们机枪上。你刚才说你有办法能进去，什么办法？我是跟你们人学的，只要有车路过。但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，这样吧，我让那个大个跟你一起进去。沙宝义，你跟耿大同一起进入军火库，想办法跟高宁都和杜长友接上头。你千万要小心。我不怕他们。现在最棘手的就是敌人那个哨塔。英子，想办法干掉他们的哨兵，占领制高点。等我们从外面攻进去的时候，你们尽可能的跟高宁都和杜长友他们会合上。哎，我也去。你，会有任务给你的。其他人，跟我一起守在大门附近，咱们找机会进攻，吸引敌人。只要咱们战斗一打响，敌人势必会集中火力跟我们交战。劳工会趁势逃跑。耿大同、沙宝义，你们要配合高宁都和杜长友实施引爆，都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来了，来了。难道他们没看见咱们？干什么呢？我们是路过的。路过？没事在山上跑什么？我们出来打猎迷路了。能干活就行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搜搜他们。好。没有。带走。走。快走。走。敌人有没有发现什么？我看见耿大同和沙宝义被敌人带走了。好，英子，带上人马上出发，注意隐蔽。是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好，出发。下车，老大。哎，他们又抓老公来了。哎，是他们。就在这儿，站好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站这干嘛？还不赶紧走？走，向前走，走，快！要站整齐点。你，站好。这都什么人呢？这啊？哎，连长，都是过路的。过路的啊？怎么这么少啊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再跑我开枪了。参观，那人就领头了。你说什么？就是他。怪不得这么眼熟呢啊！是你们把他放跑了，对吧？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这装神闹鬼。叫好，快，大，快，旁边都过来，站好，司令，
长官，我那一百个大洋呢？一百个大洋是吧？跟我要大洋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滚！你不能不讲信用啊！你这无赖，你这无赖！说，是谁指使你逃跑的？又是谁放火烧的柴堆？要不说你，别冲动，你们是不是都来了？在大门外，咱们一动手，他们就该抢。说不说？你不该来。你说不说？耿大同更不该回来。说不说？这里太危险了。这说。怎么样？你想通了？说吧。如果你今天不说出来，我就把你永远的吊到这儿。其他人都回去给我睡觉。走，快点睡觉去！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！你的眼睛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英子的眼睛有什么问题啊？没什么。也得逃，对，说的对。有情况，反了。你们刚才在这吵什么？别把我当聋子！要是再在那吵吵，我就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拽起来，大半夜让你们去干活。
漫漫，素面红颜，看山河苍茫，女人泪，女人笑，终归是暮暮朝朝，情未了。相遇太美，就算千辛万苦，有你青春不悔。相爱太美，就算千山万水，勇敢